其中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国内的包括一些自由派的分子，有一些啊，都是觉得哎，你里面有很多观点是比较可取的。哎，海外的自由派，也不能说自由派，海外的一些名人士批评你的是比较多，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差别？应该是这样的，是吧？也因为海外民运，就是我之所以要有这个想法，就是提出基本上是两个想法嘛。第一封信呢，就党内民主，对，然后最后一封信呢，就党组立宪。对，就我认为呢，就中国要民主的话呢，只可能是党内民主，这是共产党现在能走的最远的界限了。再超出那个界限，就是他不会同意的。对。就是像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把东欧、台湾那种开放党禁、开放报禁的事儿，他想都不会想。如果他上个世纪他可能还想过，就赵紫阳啊、邓小平还想过的话，后来就是一系列的世界上发生的事儿，东欧啊、民主化以后、苏联民主化以后、台湾民主化发生的事儿呢，他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最多只能走到那。那同样呢，如果中国要立宪、要立规，他也只可能是所以党组立宪。他不可能民主立宪，就是多党，因为既然多党制不可能，你就不可能就是。我今天不想争论你的观点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两个人观点是很大不一同的。我跟你的观点不同，纯粹就是观点不同，比较纯粹一点，而不是说你后面有什么动机。我还是想问一下你，刚才这个时候我们谈到王沪宁的时候，你很坦诚，就是说你跟王沪宁其实没有那么熟，对吧？其实呢，就是你跟这个信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其中讲到了，即使你当时很喜欢跟三合一会的人在一起混，我跟他们可以是相可以说很熟。那你跟哪些人熟？你跟我讲讲名字，很多应该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吧。对啊，你比如说那个当时四君子，对，那朱家明啊，王岐山，那个翁永熙，黄江南，四个人当时都有交往。你厉害啊，你四个都认识，我就认识三个，所以有一次我们吃饭就跟三个人吃饭过，你说你在台湾嘛，对，我说你们他们自己说的啊，四君子你就见了三君子了啊，今天你很牛。你当时在跟我说，当然不，他们跟我问好了。对，翁永熙，对，对，没想到这个，哎呀，这几个人都是真是各有所长，各有才华。黄江南也好，这个翁永熙也好，朱家明也好，他们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非常有意思。黄江南愿意出钱买单，这个很了不起，很不错，他好像真的不少钱。这个翁永熙和这个朱家明两个人抬杠啊，讲很多笑话，所以我们吃饭吃的，但是我不认识王岐山。我不认识王岐山，我忘了在北京有没有开过会，他没去过，因为那时候北京开会老是一些这样的人来。王岐山那个时候可能也不是个什么特别重要的人物嘛，那个时候比他重要的人物都多了。但是你那个时候见到王岐山是什么样子啊？就是那样，就骑着个车跑来跑去。自行车还是摩托车？我的感觉好像是自行车，但是有人说他那时候是不，开始是自行车，后来不知道在哪里搞了一点钱，就开了一辆摩托车，还戴着一个这个头盔嘛，所以警察一跑过去就把这个头盔放在桌子上，所以那些老干部就议论他。这个人这个屁颠屁颠的跑来跑去啊，很多议论呢，就说他这个作风太开明了，这个跟他在西安的时候不太一样，他在西安的时候啊，就是像一个水手一样的，很谨慎，很小心，很多女孩子想追他或者想跟他调戏他、勾引他，他都不太乐意啊，就是在那个西安什么，碑林什么什么地方博物馆吧，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博物馆的人工作的人，他的上司嘛。他家里的人正好跟我们熟，有时候聊到王岐山这个事情。那你跟王岐山聊过很多东西？现在不记得太多。你们有什么观点不一样的东西？观点当时就是他就讲国内那些就是改革当时那些故事啊什么，就跟陈一之他们差不多。他因为跟陈一之呢实际上是又是在一起的，又是两个山头。就是那一类的故事。你觉得他跟因为北京这帮当年的知识分子啊，基本上都是侃爷啊。他是不是也会砍？他非常会讲，反正很多故事，但他们中间最会讲的就称为国嘴的那应该是翁永熙。跟翁永熙讲很多，当时翁永熙呢真是那个新兴电视连续剧，真的就86年嘛，刚刚在国内放。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讲王永熙。那个星星，哎呀，但是这个星星主要角色应该是他。现在都搞不清楚了。现在有人说是刘源，现在有人说是习近平啊，之前还说什么山西的一个什么什么吕日洲啊，对，他是几个形象混在一起。对。可能就是当时一进提台所，就第一天就是提台所一大群人就围在那里看这个，
对，就陈毅在王小强都在。其实我们当时带这个心情本身的这个县委书记这个故事谈出来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太大兴趣。我有兴趣的这个就是这个县委书记回到北京去以后，帮这么跟这么卡爷在一起，你记得吗？很长很长的描述他们这一起思想争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你记不记得那个场景？啊，那些场景的时候，你们后来是不是也是那种？那就北京就大家这么对乱胡喊乱喊。其实汪永熙当他们四君子呢，和那个提代所那些关系也并不。就是可以说相当不好，他们走上层路线。嗯，我就记得当时就是一个也很有名的，我不好讲名字。嗯，就提开手的就说了一句，就因为那个翁永熙那个形象嘛，对，就说了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哈哈哈哈，就因为翁永熙当时已经倒霉了嘛，被邓小平批示，就是把他撸下来了。对，不过汪永熙这个事情。很多人说他完全是被冤枉的，他当时并没有写那个文章，啊，是别人的话，他故意把那个场景给倒出起来，所以他听说很多人，他是给翁永熙给了我一些文章，就他写的，我跟他谈的比较多，后来我到美国来呢，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就也引了他的话，嗯，他当时我记得比较清楚的理论呢，第一他说中国，就从明朝以来就几百年那个大滑坡，中华民族的那个，嗯，就是很多知识人员。多次的革命啊，是想挽回，一直没挽回，现在还在继续滑。嗯，他这是一个，他就觉得呢，在海外如果能不回来，能在海外呢，就是发展也是一条不错的路。嗯，再一个呢，他就提出我记得很清楚，叫做就是二四八问题。嗯，他在中央做过的，地方也做过，对他感触很深的一点，就是中央的干部，包括就顶层那些人，你是能说服他们的。嗯，就是如果你说的对，他们。是可以朝那个方向做下去，嗯，他真正难解决的是这个社会底层的，他成了二十八问题，嗯，二呢就是2000万，嗯，那个干部，嗯，四呢是那个4000万党员，嗯，八呢就是那个8000万的职工，嗯，就是他说你要搞政治改革，这2000万干部呢，就是会非常反对，嗯，你要搞民主啊，搞这些，这4000万党员有多党制，他们很难通过。嗯，你要搞那种经济改革、国企改造，比如说下岗啊这些，那8000万职工会给你玩命。嗯，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又不能够就是用暴力的方式，比如说革命的方式，把那些挂到电线杆上去啊这些。嗯，你只靠时间和耐心。嗯，但时间和耐心呢，又不在改革的这一边。嗯，你10年不解决这个问题呢，它就变369。嗯，那现在你看，连党员都变成8000万、9000万了。嗯，就会越来越大。他这是改革的最难的事儿。嗯，就他挺有思维的，对，非常有思想。嗯，我就觉得这个有几个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政治新兴人物啊，嗯，为了我们有机会都要跟他们做比较深入的这个讨论，当然即使有这种我已经谈过了啊，只是我们要不要发表或者以后发不发表或者是怎么样。你看我这几个人物你都知道吗？一个是翁永熙，对吧？一个是张伟，啊，一个是潘为民，这三个人都是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一定的位置了。翁永熙是人民日报的那个小豆腐块，但是那个豆腐块很重要很关键啊，因为他在30多岁是中国中央农村研究室的副主任了，算副部级了嘛。啊，对啊，那不得了的，一上升到最快的一个人。还有就是张伟也是天津卫军贸委的这个副主任。那潘为民当时的训练上海市委训练部长组织部长就是曾庆红啊，对不对？很可惜他们政治的这个路子都走成这个样子了，只有一个人就真正走出来了，就是王岐山，对吧？所以我还是很关心一下王岐山。王岐山这个，你跟他吃过饭？下过棋？没有，跟翁永熙下棋。王岐山。王岐山不会下棋？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下。喝酒？他喝酒怎么样？应该是喝过酒，我觉得。哦。在吃饭。吃过很多次饭还是只吃了一次饭？应该见过他就吃。哦，见过很多次，没有把他拉拢一下参加反动组织？没有，他那个时候在国内，像那些他们跟中国之春那些非常忌讳。那，非常忌讳。当时呢，提代所有一个人，就是也是核心人物，今年出了不是他的书，就何威林。对对对对。何威林到美国来，85年来了，他就是 Princeton， 所以他从85年到89年，他只要到 Princeton 的人，一直在我们那儿。嗯，王岐山没有到美国来找过你们？没有，也没见过他。他到美国来过，但。没有啊，没跟你，但是你在北京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呢，还是一个思想保守的人？就是笼统的含糊的说，非常开明，
非常开明。但是你早一段时间你看到民进视频放了一个他的内部讲话，我知道毛泽东吹捧的那么厉害，对，他就是就好像比那个去年集团领导人都走，去年中纪委上面一个讲话，对啊，你觉得我看过那个，你觉得是我的感觉不是我所认识的王岐山，而且就今年何为林那个书里面出的，就是八九年的时候，何为林当时在六四就抓起来以后，他写了一本书，那个书里面有相当大的篇幅，就是王岐山跟他的讲话。哎，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因为你在飞机上上次跟我讲，看了个书，说本来这个我看现在书都不知道哪去了。那个时候在我这儿就是啊，那回头给我看看。那七九年的时候，就戊戌会以后，对，王岐山和那个何为林那个讲话，就是对讲毛泽东，讲中共，对，就他的观点，如果你现在拿出来的话，那跟现在中国自由派的，就是那你还记得他怎么讲的？王岐山怎么讲毛泽东的？他说毛泽东这个人非常黑，非常就是有很多很多罪行，就是这样讲。然后讲黑，那现在跟着他当官，如果不黑他怎么当官、啊？就现在王岐山就是迫害了很多人，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人。嗯，他当时戊戌会呢，已经到最后就是要接替毛泽东了。嗯，他后来老人们就以邓为首呢，突然他们悟出来，就说如果这条路再走下去的话，就不是否定毛泽东的问题了，是否定共产党的问题了。嗯，所以他们就出来喊停。嗯，所以何为林在引了王岐山的很大的一段话以后呢，就说王岐山是他们这群人中间最懂共产党的心思，也最懂共产党的历史，是不愧是那个共产党的乾隆快婿，他这样评了一段。但是这个毛泽这个应该是真实的王岐山，至少是七九年时候的王岐山。那是是是变了嘛？你看我们认识的很多企业家啊，就是把毛泽东的像挂起来，甚至公开的在公司里面宣扬毛泽东的思想。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们以前受过迫害，他们以前也是这个通过很艰难的情况再回到城市里面再考上大学，那也变了，为什么又变成他们喜欢残暴？我觉得实际上不是变，就比如说毛泽东在很多人心目中间都很伟大，现在就是有些人呢是因为毛认为毛的，比如企业家中间很多像任正非这些，对，他们是认为毛的呢全数伟大啊，是他们的，是啊，他们就希望用毛泽东的传述玩起来，对他们很上瘾，来管理他们的企业。他有的，那也有些人呢，认为是毛泽东呢思想伟大，嗯，那就比如说一些左派的一些朋友，对对，就是他们是认为思想伟大，还有一些人呢认为毛的那个诗词，伟大，对不对？嗯，就是所以他从不同的角度在那些，在讲毛泽东，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那个可以我们做很多的讨论。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啊，完全是事情没跟你讲任何东西，就是我们这样随便聊一聊。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你回忆是不是准确，还是你自己很紧张，很多事情不愿意跟我讲。比如跟王岐山的关系和王慧宁的关系，也许比我想象的要复杂一些。也许你有时候头也会想起来，下次再跟我讲嘛。如果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能讲的话。有些东西因为在国内的朋友啊，这些有些确实就是不好讲。就是、OK， 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因为节目已经到了26分钟。我们导播说要你笑一下。OK。